能说没冰心，可惜我用人要兄弟多强，禁不住。我不将索隆高位判母文叫过后，让你协助武林，更入黄埔，是我失职，真是抱歉。哼，是你，你怎会来此地？我在中都考古真记性，看秋味可念真欢乐的款，我老岁人就较低步，问伊是为了啥事，伊才提出你和叶佩，应该算是你的为师吧。真记性违背信用，唔通怪真记性，伊是关心你，心腹琢磨啊。你在信中透露出对人性的质疑，由于死在林国宁的手中，真乃应节了。社会虽然有黑暗，但是温暖光明处处可见。日有阴阳，月有圆缺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何必为了一件处境就三生求死的念头有所不敌？我是痛心比自己最尊敬的朋友苏古龙，你是知所患真吗？武林中对伊评价不一，我本身对伊也无特别的好感。不过请听奴秀一言，江湖事破烂，武林是非多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事情不胜枚举。有的事情连当事人拢无法明察真伪。何况外人是用看、用听，况且来风、薄风，却也不足采信。无，此事是我亲眼目睹，亲耳所闻。想未到伊竟然利用我无用的孩童，最杀人的工具，甚至要杀我灭口。苏焕金向来是人人地界形象，乃是我最敬爱、最崇拜的人。我一直将伊视为知心好友，恐怖啊！苏焕金杀之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苏焕金此人，实在令我失望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情愿求死，也不愿留在这个丑陋、恐怖的人间。世态有炎凉，世味有浓淡。入世一念头，去世也是一念头。我有尊重你的决定啦，但是我独有一个前景，请你卖将死来结束你的失望。既然对苏焕金有知见，就应该找伊当面讲清楚，才当明白事情的真相。单独在此怨叹气恼，于事无补。高不及天，寂寞人，说不定可以解开你对苏焕金的心结。已经无什么苦功，多谢老先生的关心。此地风雪寒冷，请你离开吧。事情就无转圜的余地吗？我已经做好了决定。老先生既看贵姓，恳你对苏焕金多多提防。唔通最低三亿，第四亿，一牺牲者。人生有害小弟，一曲经伤大用心。别人光阴换清新，红颜万面诉冰清。凌风细细，声色恢恢，定立在两目久望前的心腹之目，犹如玉条银雕一般，久久未展移动。在这种冰天雪地之中，伊心寒，心更寒。凌空的杀手，凌冽的眼光，这一瞬间融在大叔丸硬当中。既然来了，
以红当酒。永远离不杀我，就永远得不到自由。我自己选择的路，自己行，无后悔。你今晚还不起的人，要轻松，要是你天良比拼。一天以我在出分机器的人，就是苏焕金。我怎样？我见过何明玲和你人也是伊，你也特别小心。我听命行事，文文，你就要报仇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但是千万唔通再让他利用你，即使你去杀人，苏焕金仇人表里不一，只有一死，才袂再有人受威胁，受迫害。我的名字叫玲。灵就是我的身份。灵，如果你大受忌步，那随我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咱斗阵替阮吧。要轻用做迷信，让我来帮你。用我的手做忌步。梦完，你在这个梦境，永远不肯承认你是叛梦王吗？